其实我接触冲浪的时候是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，家人带我们出去玩，就是说，哎，那个沙滩上面有一些浮具啊，然后你们自己在那边弄一弄，那我先出去玩喽，拜拜。然后就从这时候开始接触到，哎，有一些趴板啊，有一些短板啊，那因为自己在海边那边飘来飘去也很无聊嘛，然后我就拿了一些板子进去，然后就开始，哦，好好玩。那这就开始我开始冲浪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冲浪。四五年前，我在日本打工度假，在那边工作了一年，在那边盖房子的过程当中，朋友是制板师，然后我有去他的工作室稍微体验一下，长得差不多是这样子，也是三个房间，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很稀奇的工具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就觉得哇，好酷哦！在那边有帮忙弄一些杂事啊，还是什么，然后体验一些做板子的过程。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小板室这样子的工作的产业这样子。再后来的话，我就是回台湾，然后自己有整理一间小小的宠物友善民宿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我的朋友就拿了一张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冲浪板。那因为通常我们在冲的板子都已经是很现代化的板子，就跟车子一样，就是现代一点的汽车就是长得都差不多。那你开一些老车的时候就会觉得，哦，虽然有点怪怪的，开但是就很有它的乐趣。我就觉得说，哇，那我也要来试试看，因为这一些板子就我们看来就一般接触到就有一点无聊，没有那么有特色，也没有那么漂亮。那朋友拿给我的都是比较稀奇古怪也好，比较珍贵的也好，那它就是漂亮又有趣的板子。那我这时候才开始想说我也要来做一下，我要做冲浪板。那这整个过程其实一整天的生活会是长这样，早上起来看一下有没有浪，那有浪冲浪，没有浪的话就来工作室来弄个两三个小时，弄完之后我们就会因为需要休息一下，休息去吃个东西或者是再下水，下完水之后其实体力也充足，然后也很舒服，又抱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又回来工作室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有动力的，这样子循环，从早上循环到中午，中午循环到晚上，然后晚上有时候又会用到凌晨啊。那但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，所有的计划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自由度很高，但相对要很自律。那这算是生活的一种模式吧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相当舒服的生活方式。我拥有这里，但我不想要把这里就是变成我是这里的老板，我不想要这样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平台，然后想要喜欢冲浪的、喜欢做板子、喜欢绣板子、喜欢磨板子这些人，大家可以聚集起来。那慢慢这些人聚集起来之后，我们就会有我们自己的文化，那就有自己的风格，然后这一整个传承起来的话，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。